And there's a 潘晓婷. Very much, 潘晓婷. Okay, 刚才四点看成四点啊，所以这场是由刘昭昭对战古正琴。 好，现在四座五，一颗星回去啊，从七九穿过去，好球。那五座六是关键啊，因为六座七啊，看他是要怎么走位啊，当然是。 角度大点会比较好做啊，稍微一个中杆的钝杆，啊，这样刚好推杆，啊，从七九穿过去，但是母球要比较精准，母球要精准一点，因为中有一个中带在那边啊，两颗星上来。 魔术球，来麻烦我们的婕妤，你想选择的号码是，来。
一好，要麻烦你帮我们选一位朋友们帮你进行答题。谁？那个妹妹，好嘞，妹妹，麻烦你。来，一号呢是来自。在前一场比赛我们就看到了现场来了不少和张舒涵的球迷哦，来这边举海报帮他加油。对啊，因为可能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海报的人可能会认为说，哎，那如果要拿海报是不是要到现场，那是不是四强要有张舒涵的名单？没有，当然也不一定啊，其实跟我们撞的协会啊保持联络的话都有机会拿到海报。嗯哼，好，这个洞口前的二号球呢，张舒涵是顺利打进。不过在三号球的部分就要看了，现在左下角底带被六号挡住，那右下角底带九号球，这球也可以简单的啊打穿做防守。好，打穿利用六号啊，这是比较正规的，你不用硬拼，因为这并不掉要掉死。对啊，刚林贝君的解球呢是留下了一个呛死。好，六，这个四号球有角度啊，拿一颗星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可能要带一点右塞。好，带一点右塞啊，因为这个球过来这里是比较好，力道有点轻，但是呢如果可以绕的话也不错，甚至推杆带右塞，也就是反塞啊，这个角度是反塞，甚至走这样。哇，要小心哦，小心衣服哦。这球如果要闪九号走两颗星，可能要带一点软塞。哦，用拉的，哦，犀利哦！哇，这个是少见。嗯哼，原来这种杆法也有偷练过。其实这种杆法，其实在以前来讲比较少见，比较少看到张舒涵会用。这种杆法大部分都是周杰宇跟蔡佩珊。那林彦君的杆法就是钝杆，他钝杆是打的真的是不错。啊，包含还有一位谭湘麟，嗯哼，哦，这个是国内女子选手钝杆都没有话讲的。八号球同样是顺利打进，同时呢母球往下走，做到了九号球。第一局的九号球，张舒涵也是顺利的打进了，在这场。10 seconds. We'll take a call.